京沪动卧列车首发，耶、yeah! ！以後咧就係禮拜五六日一，一個禮拜咧係有四天咧，我哋有呢個首發列車咧，就每日就去北京、同上海啦。同時間咧喺北京、上海咧，亦都會係始發到西九龍嘅。從今日開始咧，我哋西九龍總站開嘅直通車咧，其實去到內地就78個站點嘅，咁就每日咧嗰個班次咧，其實係超過200班嘅。咁我哋會繼續努力，就希望能夠繼續維持香港西九龍站作為國家嘅南大門呢個最好重要嘅策略嘅交通樞紐呢個地位嘅。